收看 We Care 动脑时间，我们欢迎今天参与的同学，耶、yeah! ！欢迎台湾大学哲学系林火旺教授，大家好。林火旺教授，美国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，曾任台大哲学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，现任台大哲学系教授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呢是爱情，很多年轻朋友呢都渴望爱情，迷恋爱情，甚至呢深信爱情呢是通向幸福唯一的道路。可是报章杂志跟网络又常常发现，当爱没有了，或者是由爱转恨的时候，甚至有些朋友呢会把对方爱到杀死。怎么会有这样的爱情呢？让我们来看一段 VCR。快点跟我讲，是不是偷偷交男朋友了？啊，说啦。好啦，最近才在网络上认识的网友，他是个很棒的男生，长得又高又帅，对我又体贴。不过他刚说希望我可以再辣一点。什么时候啊？有空的时候很过分哎、欸，那个烂人。为了阿刚，我应该学会化妆，我应该更辣一点，他就不会爱上别人了。爱情就是为对方改变吗？请举牌。是，好哦，只有一位是哎，其他都不是哈。那想请小天先表达一下。我觉得两个人。爱情是一个磨合的，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当然会改变啊，哪有人生活方式一下就一样的，所以一定会有改变。所以两个不一样的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改变。这影片那个有点夸张，但是我还是认为爱情是要需要改变，就是也会为对方改变。是，来尹轩。我就是觉得说，既然爱一个人，不就是爱他原本的样子吗？那为什么会要期望他要去变成另外一个？那你原本喜欢的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变成另外一个？对，所以我们叫爱他原来的样子，为什么要变成另外一个？因为我在讲的，觉得我觉得不是你要改变的那个，就是你喜欢的特点，是你喜欢一个人总有不喜欢他的地方，或者是不合的地方，那应该是要改变那个地方，不是改变你本来的样子，或是改变你喜欢的东西。可是如果有时候他改变的话，会不会失去他原本的特质？我不认为。吴宏有意见，我觉得是这种就是不一样的地方，你也许不认同，可是我觉得，就你如果真的爱他，你应该要包容他，因为对啦，所以爱是包容，爱不是改变，爱是包容，要包容。你们刚刚答案有对有不对，其实都对也都不对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常常讲说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独立的个体，大概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，但只要爱情，一定是两个人在一起。那两个人在一起，两个人如果不是完全一样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小天讲的对，有些地方是要包容。那吴宏也是这样觉得。可是有些地方是不要改变，也是对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？重点就在说，你爱对方的时候，所谓爱情是什么？这件事情很重要。我们会爱一个人，一定是我最在乎的东西他有，你知道吗？就说，所以那一部分绝对不能改变。那我如果我最在乎的东西他已经有了，那其他部分我跟他不太一样，那就我就可以调整，对不对？我有时候适应他，有时候他适应我，彼此互相调整。所以两个不一样的人要共同在一起，要变得很密合，一定是我把我自己跟他不一样的地方互相调整。那这一部分一定是跟我无关了，跟我的重要价值无关了。像刚刚影带里面，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如果对方喜欢你的是因为你的身材好或不好，代表对方的价值观是出了问题。你要知道，爱情的核心价值绝对是一种。具有一种品德的味道在里面，就我会爱一个人，一定为对方着想，是真的关心他，不是他为我瘦身。你知道我讲意思吗？他为我瘦身是为了讨好我，我不是真的爱他。我如果爱一个人，是我忘了自己，其实想到他。所以爱的意思，常常都忘了自己为别人。所以如果你爱你的父母或爱你的朋友，一定是你为他做任何事情，不会想到说我这样做他会对我有好处，对不对？所以事实上，只有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一定爱他的核心价值，爱他的重要的东西。至于不重要的东西不一样，其实就要互相调整。
对。那胡王教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我们什么时候、什么年纪才适合开始谈恋爱呢？其实这个年纪没有说一定要到什么年，没有说像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台湾哈，这个年满二十岁才能投票，就代表二十岁就成熟了。有些人三十岁都不一定成熟，你知道我讲意思吗？所以重点是心智上，就是你的心态上，如果你已经知道你怎么样爱一个人，或者要懂得爱一个人，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真的爱什么。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爱什么，你怎么会知道对方那一个价值是我最重要的？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一个人，很多人青少年谈恋爱，后来为什么会容易分手？其实是因为青少年时期自己还没有完全成熟。所以严格讲，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才有能力能够爱人，能够被人家爱，否则都只是，说实话，一般所谓爱的爱句都是情绪上或情感上的因素，那个都不容易持久。对，那爱不是情绪上，也不是情感上。难道是品德的爱吗？还是爱是包含理智的因素在里面？就我刚刚所说，当你爱一个人，真正的爱一定是他有些东西，我觉得我真的很棒，那都有跟我很一样。比如说，假设你是一个很讨厌人家说谎的人，你会爱一个常常说谎的人吗？不会。所以所谓爱具有情感的成分，比如我喜欢一个人，我看到他我很喜欢他，就代表情绪上我很喜欢他，我根本还不认识他嘛。可是我会爱他，一定代表什么？代表我认识这个人了，而这个人确实是值得我爱的地方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其实他有相当程度的理性成分在里面，不是完全只有情绪性的。我们看到一个长得很帅女生，如果看到一个长得很帅，像金城武长那么帅，然后我好喜欢他，那是喜欢的，就是外在的情绪上的。但你会真的爱一个人，一定是不只是这种表面上看起来而已，你了解这个人，知道这个人的特质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样才叫做爱。对，像常常有人会说什么我爱你，也有人说什么我喜欢你，这样子层面上差在哪里？差别就在说喜欢通常都是我看得很顺眼嘛，所以都是外在的，比较外在的。所以长得比较漂亮的女生哦，人家都会比较喜欢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一看到一个女生长得好丑，我好喜欢她？大概不会，但那都是外在。有没有可能一个女生你跟她交往以后，她虽然长得很漂亮，跟她交往以后你不喜欢跟她在一起，有没有可能？当然有，因为你看到这个人的个性，你就觉得这种人真的太受不了，跟这种人在一起我怎么受得了呢？那代表你是经过理智的。所以通常喜欢都只有外在层次，你要真的爱到一个人一定要进到内在层次，如果内在层次没有交流，那种爱都是浮面的。对，所以火旺教授，像我们是不是应该一定要具有共同的价值观，这个爱情可能会比较持久？核心价值观一定要一样，核心价值，有些价值并不是核心。当然什么叫核心价值，我刚才也强调过，你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，你不可能知道自己最在乎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个要有能力爱人，要先爱自己。所以爱自己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最在乎什么，所以理论上我刚刚讲，我们不可能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最在乎什么。像对我而言，我从年轻到现在，不管女生长得多漂亮，只要她心地有一点点不善良，我绝对不会喜欢她。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最重要。我觉得心地善良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心地善良的人会关心你，不会只会要求你关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换句话说，你要知道你自己真的在乎什么，你才能够真的是爱一个人。所以重点是核心价值，所以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核心价值是什么。你们有核心价值吗？如果你们爱一个人，你们会为什么样的理由而感觉到真的很爱他？皮皮呢？我觉得其实可能要有共同的什么兴趣之类，就是这样会有比较有共同的话题，不然就是可能每天都是讲，就是可能自己身边是别人会没有，就没办法共鸣。OK，、啊、所以要核心的价值，还要有共同的兴趣。其实核心价值哦，当然跟兴趣有关，但是比较真的深刻一点，叫做理想。所谓理想，就是你这一辈子打算怎么活，你觉得很重要。那你想想，你恋爱是不是为谈恋爱而谈恋爱？大概不是，因为每一场恋爱如果没有真的达到最后结合的目的，就结婚的目的的话，每一场恋爱如果不是那样，最后的分手都是伤害，心里都会很难过。你知道，你爱一个人，如果真的分手，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创伤。所以通常你会希望真正的谈恋爱是将来携手过一辈子，那就代表说你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，你一定要先知道你自己想要怎么样过一辈子。所以通常会跟理想有关。所以一个真的比较好的爱情观，一定是涉及到整个人生态度，包括我这个辈子想怎么样活，我觉得比较精彩，这种价值观上会是一样。所以我自己常讲说，如果一个人他真的不太知道自己这一辈子要怎么活，他的结婚都是一种冒险。所以你看台湾现在每天哦有156.8对离婚，每一对结婚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百年好合永浴爱河，对不对？都是经过谈恋爱，有的谈好几年啊，搞不好他结婚年纪还没有谈恋爱时间长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结婚以后就失败？为什么？
因为他们其实没有真正认真的思考说，我要跟一个人过一辈子，我有没有问过我自己要怎么样过一辈子？当我问清楚我自己要怎么样过一辈子，我才有可能要找到一个跟我可以过一辈子的人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一点没有清楚，那结婚都是冒险。对，王教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所以谈恋爱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要结婚吗？通常谈恋爱的目的是为了结婚。如果有人说我谈恋爱只是为了谈恋爱，那代表他在乎的是外在的那种情感上的，或者是身体上的那种喜悦，而不是真正的那种心灵上的交流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是心灵上的交流的时候，如果失去那个人，你心灵上会掉了一个很严重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只是交朋友，比如说因为性啊，或者因为肉体上的，那很容易换一个，你懂我讲意思吗？另外一个取代没差嘛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如果是心灵上，那就会很差。不过黄教授，有的时候爱很容易陷入一种依赖跟控制。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彼此互相欣赏，所以当对方离我而去，我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我不会垮掉。如果有人对方因为离我而去，我就要他死或要他活，代表我是依赖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他我活不了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事实上，每一个人一定是要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才有可能真的去爱一个另外一个独立的个体。当另外独立个体真的离我而去了，我还是可以过，我还有一辈子可以活。你看很多人，他结了婚以后，他的另外一半如果过世了，他有没有下一辈子可以活？可以，有些人还是可以过得很精彩。所以我常跟青少年讲说，千万不要恋爱失败就要什么要死、要自杀、要杀别人，这都不对，你知道？这不对的原因不是因为这是道德上对或不对，而是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做法。因为你如果去杀人或自杀，代表你把生命看得太贱了。你以为爱情就是纯粹的生命吗？其实爱情是人很重要的一块，但它不是完全的生命。你知道很多哲学家不结婚了，他人生不精彩吗？也可能很精彩。所以不一定要一定结婚才叫精彩，所以不一定要一定要有伴才能精彩，只是说我们都希望有伴，万一没有，你可不可以精彩？还是可以，因为生命本身就可以独立完成。嗯，来 Wendy。所以火旺教授照你这样说，爱情好像不是那么必要，那是不是只要有一些朋友就好了？爱情非常必要，但是没有绝对的必要。所谓非常必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亲密的伴，就是这一方有生理上的因素，一方有心理上的因素。生理上的因素就是人有性欲嘛，这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满足。心理上的因素是人需要有伴嘛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可以作伴。你们现在可能还年轻，不知道等老了，为什么常讲少年夫妻老来伴，就是要个伴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需要伴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找不到，那就想办法自己过活。如果可以找到，也不要放弃。好像毛毛还有爱的疑惑哈，来，就是黄老师，我想问一下说，就是人的一生中真的就是爱的人就这么一个吗？有没有可能你爱了他，可是实际上可能到了后端，你可能就是发现你好像又爱上别人这样子？好，基本上爱情这种东西有相当成分是情感的因素，有相当成分是理性的因素。所以事实上情感的因素，以情感的因素来讲，人一生绝对可以爱很多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当情感淡了，他就会爱另外一个人。可是为什么当结了婚以后，我们会要求婚姻里面要忠诚？为什么？因为婚姻本身所代表是一种承诺，然后它代表是一种责任跟义务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讲说夫妻义重？夫妻在一起久了，情感一定比较淡，但是义重，所谓义重就是有情分在里面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换句话说，其实如果你可以发现到说，如果有另外一半他过世了，他还可以再谈恋爱，绝对可以一辈子可以谈很多的恋爱。也就是说，跟你会在核心价值相同的人，其实是世界上绝对不是只有一个。但是我们会碰上那第一个，一定就是一种机缘。那人生有时候一辈子碰到一起，就是一次的机缘啊。你很多人一辈子一次，我常跟学生讲说，你下次在路上看到一个人长得很顺眼，多看他一眼，搞不好那是你看他的最后一眼。有些人人生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缘，所以那个第一个机缘就是你的可能第一个爱。可将来万一另外一半死了以后，你有没有可能再爱？当然有可能。但是一旦有了婚姻，其实就是要重视那个义，情义很重要。那我们如果违反这个情义，我们就受到社会的谴责，我们自己也要觉得也觉得不对才对，因为这就是承诺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事实上能不能有多次恋爱，当然有可能，但是要看状况。对，嗯，我想要请问一下教授说，要怎么知道对方喜不喜欢我？其实这个东西哦，我常讲说，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先在乎对方是不是会喜欢你，你先问你有没有被人家喜欢的特质，你懂吗？我常拿我自己做例子，我说我大学时代念书都是我太太追我的，你要问我说太太为什么追我，我不一样，你知道我讲意思吗？就是说当你有你的独特的特点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人会喜欢这个特点，
那你重点就是那些喜欢你这个特点跟你在一起就好，你还需要所有人喜欢你啊？不可能嘛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在乎对方会不会喜欢我，先再问问自己有没有值得人家喜欢的地方。如果你值得人家喜欢的地方，别人自然会跟你亲近。所以事实上没有所谓男追女、女追男的问题，而是两个就会自然就配合。所以我其实比较反对青年男女一开始交往的时候就一对一，因为通常一开始一对一代表我对方有好感，我刚刚讲就是情感上的，对不对？一开始有好感的时候都会把最好的呈现给对方，越交往越久发觉说，哎，对方其实缺点很多，哎，就会越来越觉得对方不对，你知道我讲意思吗？所以我常跟他开玩笑，我跟我太太交往的时候一开始都他觉得我很差，越来越觉得这个人怎么，哎，其实还有很多优点。因为你在团体生活里面你会表现自己，你不会刻意隐藏自己，当一对一就很容易隐藏自己，把自己好的呈现出来，坏的隐蔽起来，这样的结果反而会越来越糟。谢谢今天同学精彩的提问，也谢谢我们侯旺老师的解答。我们这集讨论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